二姐夫，你这个身高你就别换灯泡了啊！你回来。啊？换什么玩意儿灯泡啊？这是你二姐给我画的圈儿，我不能出这个圈儿。我出了这个圈儿，这家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谁让你没事老惹祸我二姐来的？该老实待着吧你。你走吧，走了回来就没地方住，你那屋就变仓库，你心里有没有点数？什么意思？小米粒儿，你现在自主创业搞得不错啊，你是不是天天加班，经常不回来睡啊？嗯，全家人都知道了，就你一人不知道啊？啥事儿啊？你二姐都放出风来了，说把这些快递运到你那卧室去，把你那屋变成仓库，你回来你住哪儿？哎，谁给他的权利呀？啊，这个二驴子他要占山为王啊！是呢，不行，这事我必须得管管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你管得了吗？我怎么管不了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还敢把这些快递给他扔了啊？呦呦呦！老虎不在家，这驴还要称王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些快递都是他的吧？哎呦呦呦呦，这全是他的。好，你看我必须给他扔了。我，哎呦，你别给我们家就得是小米粒儿。我必须找个人帮我扔。对，你多找俩人，找着都给他扔了。哎呀，铁妹妹，你来我们家一趟呗，帮我扔点东西。对。就不信了，我今天我必须给他扔了。我他还要占我屋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就是小米粒是那个呀，小米粒那指定是干大事的呀，必须要说这小米粒这事指定是和我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这事儿指定是你自个儿干的啊。我干的。太好了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都取快递了吗？你们取快递都论件儿吧，我取快递呀，论堆儿。这不吗？我刚囤的那个辉山健一家 A2 奶粉到货了，给你们种个草啊！这奶粉老好了，这里边含有啊珍稀的 A2 奶源，还添加乳铁蛋白，更亲和，更好吸收，那营养杠杠的，全家老少啊都少不了。论买东西啊，那还得是我。走了，拜拜。我回来了。呀，你俩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没看出来呀，锻炼身体呢，是吧，二姐夫？对，锻炼身体。锻炼啥身体？装备都掉了。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在圈里呀？啊，媳妇儿，那个我可不是故意出圈的啊，我是抱着你这些个快递来熟悉一下咱们家的环境。别逞那没有用的，上去。哎呦我的天！不过了，这些东西都扔啊？往哪扔啊？媳妇儿，你叫谁媳妇儿呢？谁家好老爷们儿把自己媳妇儿微信删了吗？我是看明白了啊，上午刚删完我微信，下午又要扔我快递，晚上我即将成为那个消失的他呗。二姐，你说啥？他把你微信删了？对呗。好你个小土豆，你不想好了？你干啥把我二姐微信删了？过分了。你赶紧加回来。加不回来了，我这个手机人数已经达到上限了。太过分了。你说你那手机里能容纳5000人，你容不下我二姐一个人吗？属实太过分了。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前辈们，你是来挑事儿的是不是？是5000人，这5000人都是我潜在的客户，我俩两口子发啥微信呢？回家说事儿呗，对不对？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？啊，那你是为了工作，那我买这些东西我还为了生活呢。那个二姐，那个要不先让我二姐夫下来吧，要我这脖子这不太适应。你还不太适应？我下来我都不适应一辈子了，我这好多了。那个二姐，我，哎呀，我知道二姐夫啥意思，他是让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扔了，然后再给你买新的。是吗？是不？那是不是都得是了？太好了，来，我把账单给你发过去了啊。怎么样，机智不？哎呦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最容易翻的车是购物车呀。想开点，最简单的成功是支付成功。支付成功。哎，前辈们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是你二姐找来的卧底，对不对？现在好，这些东西没扔出去，又买了一堆，我回头没地方住，我搬楼道住去啊。那可不行啊，影响不好。我不怕影响，我怕影响到其他人。
别着急，我是帮你跟二姐说。笨笨啊，你能帮我吗？啊，帮人帮到底，嗯，可不能半途而废。怎么还赖上了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谢谢你啊，我看好你。那个二姐，怎么的？你看你啊，弄这么些快递啊，你每天是不是得拆快递、收快递、取快递，多累呀、啊？笨笨，要不说还是你会关心人呢，不像某些人，就管我买的多不多，从来不关心我拆快递累不累。就是，女人就应该自己心疼自己。笨笨，你是哪个呀？坐哪儿了？坐哪儿？这儿。啊。哎呦我天！来，都听听，过来。你站。哎，那个二姐啊，心疼自己，首先就要学会断舍离。嗯。就是把这些没用的、使用频率不高的东西都给我扔掉，然后新的东西才能走进来。有道理呀、啊。嗯。但钱顺风那东西我都扔的差不多了。你自己就没有什么需要扔的东西？自己呀、啊。看我干啥？我不是东西。那没有了。确实没了。不是，你看你这么大堆东西，没有一个可以扔的。这都是我的宝贝。二姐，那个举个例子啊，你看你这么多锅，咱们留一个是不是就够了？那不行，我怎么做饭呀？你做饭吗？我吃饭呀。连调料都不认识。哎，你这锅整的挺全乎，你这玩意儿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个二姐啊，你看这个锅，这两个新的是干什么用呢？这个煎出来的鸡蛋是心形的。那这个像个锹似的方形的，这是干啥用的？这煎出来鸡蛋是方形的。哎呦妈呀，鸡蛋都不知道自己如此的变化多端呢、啊、这玩意儿。行啊，那个这些锅暂且都能留下，特别好。哎，二姐你过来、哎、这八个一模一样的水杯它是干什么用的？女人她是水做的呀，每天八杯水那是必不可少的呀。嗯，你比如说这个杯子，它是用来喝绿茶的，你会看到叶子立起来时在杯中优美的姿态。哇哦！这个杯子是用来喝碳酸饮料的，当你倒进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好多的泡泡。咕噜噜噜噜噜！这个杯子就更厉害了，是喝咱们辉山健怡家 AR 奶粉的。每当你非常疲惫地回到家中，哎，往沙发上这么一坐，来上这么一杯，就会瞬间让你感觉到置身田野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。再来一点优美的音乐，再来一份精美的甜品。这个主意好，我现在就下单。质疑二米，理解二米，成为二米。我觉得二姐她是懂生活的。你拉倒吧你。你二姐马上把你那卧室改成茶水间了。那个二姐啊，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仨杯子就够用了，剩下那五个杯子干嘛用呢？剩下那五个杯子呀，是用来装我脑子里进的水。要不我能找一个把自己媳妇微信删的老爷们过这长时间吗？过分了。啥过分了？什么玩意儿就过分了？你俩哪伙的？你俩呀？媳妇儿啊，不反对你买东西。但是你想没想到这些东西的隐藏价格？什么是隐藏价格？就比如说这个杯子，这杯子2块钱一个吧，嗯，听着挺便宜的，但是你买了这么一大堆呀、啊，你全摆在这屋里。当时这个房子我买的时候是10000一平方米，嗯，这占了多少？浪费了20万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还得多买点儿。它不只有潜在的价值，它还有潜在的意义呢。这是杯子吗？它是陪伴，它给我安全感，我给它一个家，过分吗？不过分。停！我给你的安全感还不够吗？你这些个玩意儿已经严重影响了咱们的生活。那你那朋友圈还严重影响到咱俩的交流了呢。啊，你的用户一给你发微信，你就秒回；我给你发微信，你得让我等一个轮回。没有这些个用户，你哪来的钱买那些杯子？没有你那些无用的社交，我用买这些杯子吗？我说的是生存，我要的是生活。笨笨，你物业管不管呢、啊？物业不管。那他俩不，我管。二姐，哎呦我天，等会儿，这乱七八糟。我觉得呀、啊，你们二位都应该学会一下断舍离。啊，
我有个招，二姐夫啊，你在二姐这些东西当中，你挑三样你认为最没用的，你给他扔了啊。爹，哎，不是，二姐，你在二姐夫手机，你挑三个你认为最没用的群，你给他删了。开始，三样东西。对，三个群，嗯，太少了。我现在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哎，笨笨，小米粒来，你看看，全是他的睡衣，一箱子都装不下。你懂什么呀？那人这一辈子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，我给自己买件像样的睡衣怎么了？那我这跨栏背心我就不睡觉了是不是？我就睡不到天亮了是不是？哎，就你这个，你这玩意儿穿它睡觉不起静电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件睡衣是我所有睡衣里边的门面担当。你说咱家平时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哎，我不得穿件像样的衣服去迎接客人呢？啊，有道理有道理，你穿着你穿着。哎，这件怎么回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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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，一模一样的，我不得换呐？啊啊，我不得换着穿吗？啊，再说了，这每一件它都有每一件的意义呀。我仔细看看，你看是不是一样？一样的，多少有点像。它不一样，你看这一件啊，这一件是我做饭防油烟的哦，这一件是我出去倒垃圾的哦，这一件是我打扫卫生防灰尘的，这一件是哄儿子睡觉的哦，这件跟那之前的都不一样，可以扔了。这件不能扔，嗯，这件是哄我睡觉的。到我了吧？来来来，三哥，删三个群啊！干啥？干？我看一下。快快快！你干啥？哎呀，说好的。千万不能删群呐、啊，特别是这个群，这个群不能删。为什么？这个群是我给客户的孩子们的才艺点赞用的，我组织的，我置顶了。行，那这个群，这个群就更不能删了。你出的好主意，这个群是我最最重要的一个客户，那天来了很多的且，我建的且群。行，反正都要删，来你自己选一个删，你自己选一个行吧。行吧，笨笨呢你，行啊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那就删这个吧。你看着没？二姐夫这态度还是有的。哎，我看一看，你看删的这个是相亲相爱范米粒儿，完了，这下你俩彻底联系不上了。钱世芬，是那个呀你呀。啊，把咱家群你都给删了？是，回来我让你这个群那群的，来我也都给删了。哎呀二姐夫，哎呀，删完之后明显手机快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行，你这个女人啊，可以删我的群，删我的朋友。你要干啥？哎呀二姐夫，哎虫子，你在玩火呀？你把他给我放下。我是想问问你，我跟这个快递如果同时掉水里了，快递，我没问完呢，何必自取其辱？快递，行，在你心目当中我连个快递都不如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你刚才不是发我一个购物车吗？啊，怎么的？哎，里边全是好东西吧？对呀，对呀，我都给你退了。哎呀，我都不管，他不行啊，不行，让退货退款成功，退完了，行。钱世芬玩正绝是吧？哎，来，二姐，哎，你不最喜欢这瓶酒吗？二姐，来，二妹，冷静啊，冷静啊！这看似是普通的一瓶酒，按年龄，他是我大爷啊！太好了，就你大爷，祭奠我那些被你退的快递吧！哎，我去，这快递的辈儿一下上去了，大爷。大侄儿对不起你了，行，二米粒你够狠，小米粒啊，来不来？别，哎哎，认识这是什么吗？十二星座口红啊，限量版的啊，干嘛？我白蛇了，口红先动的手，送给你了。这蛇了，拿走。折了，这不有的是吗？全给你。行，我都给我了。钱二芬，你让我不漂亮了是吧？怎么的？那个什么是二十四节气那个红酒呢？我这儿呢。红酒，来，没必要。笨笨，啊、拿回家，别喝，泡脚。哎，李静，这些个
奢侈品购物袋很精美啊，攒的时间不短了吧？是是是是是，我太洋了。钱这边，这些沈阳各大饭店的打火机你也攒了挺久的吧？给我，我给你摔爆它！二米粒儿啊，就这些个打火机，这是我赶了多少饭局才顺回来的呀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看，我客户，我客户来微信了。喂，这是修改方案，还是觉得第一版好？哦，收到，请回复。好嘞，好嘞。回复你个六回复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不回复了，听见了吗？就你家事儿多啊，不是这么干，就是那么干。今儿让我们家陈叔叔给你家孩子点赞，明天给你家媳妇点赞，你是干啥的？我想问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活不干了。哎呀，你拿过来吧你。我就懒得听他叭叭，我也得删了。请付尾款。休战。咋的了？我等半拉多月的货到了，我先把尾款给他付了。啥玩意儿啊？好看吗？哎呦，好看，好看，我看看。哎，走你。退货成功。没事。我跟你拼了！哎，钱万万家庭纠纷，物业到底管不管呢？物业不管不管的。你还是为了月呀？哎呦我去！哎，等会儿，你别拉，门铃响了。你等我去看门，我去看门。这个门铃来的太及时了。你看看你，太狠了，杨姐。安姐，快递，你等我拆完快递，我再拆你。他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这，看来二姐刚才对你是手下留情了。这啥玩意儿？不是我的。啊，我看，这不是我的呀，谁的呢？我的。你的？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买这玩意儿干啥？这是整理箱。我买这些个整理箱，我不是为了跟你这些个快递小朋友们和平相处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二米粒，我最近在网上，我搜了很多收纳的小妙招呢。那你要是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，那腾出地方来，我不还得买吗？媳妇儿啊，我不心疼你买东西，老公挣钱不就是让你花的吗？可现在你看看，咱家要是找个东西都赶上寻宝了。那我也不想买那么多东西啊，你天天晚上都那么晚回来，想跟你说句话都说不了。咱俩多长时间没打电话了？每天接到电话，就是快递员。媳妇儿，那口红挺贵的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给你粘上。哎呀，你看，你攒的这些个购物袋。真的挺漂亮的，攒的时间挺长了吧？你的那些打火机也攒了挺久了吧？我为了这个家，一直忙忙碌碌的在奔波，可我怎么就是忘了它的终极目标了呢？是这个家，是你呀。老公，我也错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买买买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了。你看这个家让我造的。田笨笨刚才说的那句话，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断舍离，啊，以后啊，咱家需要的咱就买，不需要的咱不要，好不？好。我呢，也减少一些无谓的社交，有时间我就回家陪你。好。家都乱成这样了，还在这唠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行了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断舍离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把没有价值的东西腾挪出去，这样有价值的东西才能进来。就像二姐买那个辉山健怡家 A2， 轻享健康生活，这个就特别有价值。哎，可是有些快递它根本都退不了了，扔了多可惜呀！那你别扔啊，你给我。凭啥呀？你家有地方啊？不是，就是我刚才在想啊，我准备在物业组织一个断舍离的捐助会，把你们这些不需要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，这样这些东西才能发挥它该有的价值。
哎，这个主意好，既不浪费还有意义。嗯，我的这些宝贝啊，它还有自己的归宿了。哎啊，把我的好友申请通过一下子，我也想找到我的归宿。哎呦我天，二姐夫怎么还学会撒娇了呢？还挺可爱。哎，看这个大哥乐得多开心，就看懂了。断舍离，有没有啥想舍的？断舍离的意思是，你不需要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。对，你这比我们还需要他呢。赶紧来收拾收拾，我再找一下，太乱了。